他有早起的习惯。只剩下一听肉了。发言共占去三小时。发言共占去三小时。我有一辆红色的自行车。他假装没有听见我。星期日是我休息的日子。星期日是我休息的日子。我不知道确切的日子。四月是种树的时候。我想买一个新床单。我想买一个新床单。他把头发拍整齐了。这是一个寒冷的早晨。今天暖和一点儿了。房间里挤满了客人。没有人想碰到麻烦。这些要对你有好处。我想预定一个房间。教堂在学校附近。马在路上小跑着。他在一所中学学习。我解答不了这个难题。我的爱人很会做饭。我只想说对不起。我的头发长得很长了。新年期间我去看你。我将等到四点钟。他提出了一种新理论。他正找电灯开关。我们游遍全国各地。日本在中国的东面。但是你必须等我。但是你必须等我。这完全是你的过错。这完全是你的过错。他是一个数学天才。
他是一个数学天才。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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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